我现在无路可走，也没有任何选择，放垃圾。思言，明日我就要大婚了。 还得有所规矩才行。你既然知道，你为何还要来？你心里明明放不下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？散步罢了。既然如此，阿七先告辞了。阿七，我曾代与兄目前起誓。 此生定会护你周全，可眼下桑台为韩元墨白，你又被卓文远逼婚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？阿琪，就算前路再多艰险，我都陪你一起面对，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 教你的剑法，你还记得吧？今日我们就来比试一场。赢的人可以让输的人做一件事情。你若是赢了，你走，我不留你；你若是输了，就按我说的做。 今日我会全力以赴，我不会再让着你。 思言，你不要逼我了，我真的没有选择了。怎么就没得选了？我可以闯了，我可以劫狱，我可以豁出我的性命。阿琪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放弃。可是我不愿意。 我不能没有父亲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现在无路可走，也没有任何选择。